今天熊大熊二想吃棉花糖了，今天我就要给他们做棉花糖，用这个棉花糖棒做棉花糖。今天我们做的是巧克力味的还是咖啡？哦，对，巧克力味的，还有草莓味的棉花糖。哇，做两种口味的是吧？对。哦，先做哪一种口味呢？先做巧克力味的。先做巧克力味。嗯，好吧。我们需要把机器打开是吗？嗯，等它。首先是要干什么？预热是吗？对。要把机器热一下。必须让它绿。哦，我们最喜欢吃棉花糖喽。熊大，熊大，你喜欢吃什么味的呀？哦，我喜欢吃巧克力味。好吧，那巧克力就给你吃了。那熊二，你喜欢吃什么口味啊？哦，我喜欢吃草莓味的，草莓味的特别特别好吃。啊，正好他俩是不是一人一种口味啊？对。啊，不偏不向，正好一人一种口味。好吧，我俩要耐心的等待，让我们的小朋友为我们做好吃的棉花糖。哦，里面的灯有没有绿呢？没有啊。哇，还没有绿呢，要等到灯绿了以后才可以啊。好啦，绿了，我们要放糖啦。看到了吗？里面的灯已经绿了，所以我们要把砂糖放在里面。哦，看到了吗？棉花已经出来了。嗯，多放一些啊，让它多出一些，我们才可以卷得更大一些啊。要给，开始卷吧。要给熊大卷大一点。哎，又卷错了吧？好，哎。哇，好，再放糖，太小了，咱们要给熊大卷个大大的。妈妈，你来放糖吧。嗯，不要让它缠到这块了啊，缠到那儿就化喽。把这块卷掉。哎呀，妈妈，快放了，放了，放了。哎，好，把那个不要了，给它个，哎，那个不要了，再把这个大的剪一下。妈妈，啊，太大了，太大了，这个怎么办？卡这里吧。嗯。对，卷。哇，好大喽！把这个卷上。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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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塞，我们的棉花糖是不是已经卷得很大了？嗯，我们这个已经做好了。哇，做好了一个，这是我们熊大的，我先给他拿着，你再给我们的熊二做一个草莓味的好不好？好，勺子呢？这儿呢。哦，它怎么都化了？稍微等一下，它不往边上去了。嗯，好了，来放糖。嗯，好的。哦，糖在崩是吧？嗯，放。哇，这回好有力气呀！啊。哈哈哈哈。哇哇哇，掉了。
我们这个是，哇、哦，快，这块摘上来。哇、哦，看看，一个草莓味的。哇，那咱们就给它做这么大吧，这个没有熊大的大是吧？因为这个崩得太厉害喽。看看我们这个，太滑了，这个棍儿，是不是啊？哇，刚才那个熊二的有点不太好啊，弹的，我们再重新给它做一个，放糖。看看这回家还不错。会给它缠的大了是吧？哎，看看这回能给熊二缠个多大的呢？啊，这回熊大的小的。嗯，好了，糖不用放了啊，这些已经够喽。咱们能给熊二做一个特别大的。妈妈，如果你要我关，我就关了。嗯，好的。哇，是不是越来越大啦？哇、哦，里头的糖没有喽，关掉，看看，哇，来，你拿着，看看，哎，下一点，哇，是不是熊二的比较大呀？嗯，快让我们的熊大、熊二来尝一下。哦，这是我的，因为熊二比较能吃，那咱们就给它做最大的了，是不是啊？刚才做的那个有一点点小，让我快来尝一口，啊啊，太甜了，哇，哦，怎么这么好吃啊？我也要尝一下。好，你帮他们尝一下吧。嗯，是好吃吗？嗯。怎么样啊？味道？是巧克力味的吗？对。那这个尝一尝，看看我的草莓味的好吃，还是它的巧克力味好吃啊？我觉得两个都好吃哦，都好吃，是啊，每个口味都很好吃哦。哦，今天我们可吃到最好吃的棉花糖喽。嗯，好喽，今天呢，我们就给熊大、熊二做了好吃的棉花糖，对不对？嗯，那今天就到这里吧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